Hello， 大家，我是阿瑞 ，Welcome back 到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 哈哈哈哈哈哈。OK， 我们现在让我们的 Terry Store 2跟小柯来继续玩我们的 Terry Store 2第二代。OK， 好，那基本上呢，我们现在是到达一个这边很多很多蜘蛛的地方，然后基本上上一集呢，我们就是被一个村庄的长者委托说，请我们来帮他们杀怪物，就这样，对，而且不能拒绝，真的很讨厌。所以呢，我们就赶快跑吧，太多怪了。你怎么已经冲上去？我刚刚，我就直接冲啊！哦哦哦哦！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不想死。我是把会飞的骷髅看成。哦，我死了，No！ 18 18 18 18，我已经死。你可以过来一下，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不用了，谢谢。给你一个那个稿子。什么样的稿子？写稿。先解决这。对，先解决。让我做一点火把。OK， 我需要，这个后面有一只，来，这个给你。挖点煤炭，来做一点火把。走开啦！Stop！ No！ 小柯，啊，我们在干嘛呢？我在帮你用保护。No， 你怎么可以离开？走了啦。可恶，以后还有机会。以后还有机会的。这个箱子就这样掠过，好烂的箱子。那就算了吧，不要管它了。赶进度，赶进度，赶进度，赶进度。哦天啊，差点掉下去。哦。被掉下去就要整个虫走了，谁要走啊？我没有苦力怕，我帮你推过去。哇耶，照样不错。好。哦，火把马上就要没了。我也是这么觉得，很快就没了。那水没有东西吗？好像没，哎、欸、有。有。烤鱼啊。还有纪念品，怎样烤就烤过来丢进水里面？可能是烤完之后，然后觉得很对不起他们，然后又把它丢到水里面。差点火把。哦，我应该拿刚刚的原木的，我现在都没有木头。我这边有一点，我这边有了。哦，怪物，后面有一只，这边有一只。你有丢木头了吗？还没。等我一下。这边有苦力派要处理，来，我丢给你，这里，地上。废话，这个村，这个丛林有那么多的生怪砖，当然不安全啊！真是的，拆掉不就好了吗？谁会来这边采花啊？烦死了！白木村民，白木村民。哦，这边可以 set spawn 吗？耶、yeah, ，set spawn。我、哦、这边是苦力怕，拜拜。继续冲。我看到好多只安德、哦。No， 走开。这里有箱子。经过。No！ 我死掉了。Yeah, 你死掉了，烦死了。等一下可能就换我。蜘蛛，我刚刚卡在蜘蛛网里面，烂死了。好，我赶快来再做一点火把。臭安德，我要你贡献你的终结成绩。哦 ，nice！ 可恶，终于这次被你捡走。还有一个。看屁呀、啊！跑哪去了？这里有哎、
有什么？不是，不管他们。哦，这边有一个啊，好，没事。那个蜘蛛巢。算了吧，虽然说里面可能有东西啦。哎、欸，里面有一个箱子哎、欸。不要管它。有铲子哎、欸。他给我们铲子干嘛？完全无解。哦，不要一直打我，我要死掉了。快死掉了。OK。我在你后面继续走。我先走了。发现建筑物，然后有岔路，我们要走哪一条？嗯，有岔路、啊。有中毒哎、欸。你是走右边对不对？这是左边。哦，那什么？在右边。哎、欸，我也中毒哎、欸！哎、欸，好厚！哎、欸，外挂哦！外挂，外挂！打不死啊！哦，打那么多还没死。哦，撞死了！他会掉猪肉。他为什么是掉猪肉啊？什么东西？怎样、啊？剧毒屠夫。啊！走开啦！我们来掠夺这家伙的田。OK。耍家伙！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好多的煤炭，真不错。还有，他到底给我们引火干嘛？嗯。他这里有石。是啊，不是啊，铁。铁斧。铁斧包可以干嘛呀？反正就升级吧。拿来做升级啊！我其实一直都没有铁斧这种东西，我一直都没有斧头这种东西。哇，差点掉下去！好吧。哎、欸，是什么？我不真的不知道你跑哪去了。等一下你一直往前走会有那个，会有挑战。哦，这里这里这里，你跳进来就会穿你了，应该。对啊。然后呢是那个时间挑战。对啊。就他好像说呢，那个门开起来，然后我们要在限定的时间。跑过去就对了。我现在比较烦的是我卡在蜘蛛网里面，烦死了。我快要到最顶部了。好，哎、欸，为什么门没有打开？还是我太慢了？我也把我太慢了。可能是你太快了吧。他说什么把门打开，然后什么？你下面有那个按钮之类的吗？好像刚刚有一个按钮的样子。你按一下。好。再跳下去，希望我不要死。好，我没死。这么奇怪。啊，卡掉。这是什么？哎、欸，怎么摔下来？我、哦、现在开始啊！现在开始啊！我们要重跑了。好、哦。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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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安德在咬我。Go go go！它是几秒啊？我也不知道哎、欸，因为我刚没有按的样子。好吧，我是听到一个东西在那边噔噔噔，搞不好已经结束了。哦哦哦！啊不！那我也传太远了吧 ？No no no no！ 我用 CP 的好，不然太远。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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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太这个蜘蛛，太多只。最好啦！上去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睡到了吗？还没啊。我没有听到噔噔的声音了哎、欸。你按一下按钮看看。哦，他会把它传下来。哦。他不准作弊。对啊。管他的，再一次吧。我一定要成功。刚那个超讨厌那个蜘蛛，一直把你打进那个蜘蛛网里面。对，而且蜘蛛网还不能破坏掉。对啊，然后我的滑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怪怪的，它一直换了，该换了，它一直跳来跳去，就是那种瞬间跳，瞬间跳过去。哦，成功了，成功了，强行突破。走开，走开！哎、欸，门是开的，门是开的。太多只啦！我比较想要问的是，哦，进来。哦，进来了！可恶，你把我当诱饵。
哎、欸，等一下，我现在被锁在外面了。外面，没关系，我可以出去的。哦，等一下我要死了 ！No！、欸、为什么我不是我们不是有设重生点吗？为什么我们会被传来这里啊？不知道哎、欸。来，哎、欸，我的，这给你。他这个是无法破坏，好，就丢掉了。胸甲，对啊，胸甲就不需要了。也有更快的路下去，好随便。啊？直接从旁边的那个跳下去，哇！好。哎、欸，那我们所以我们到底要走哪里？应该是这边没错吧？可是那也是挑战。对啊。这里还有路。对啊，那就继续走吧。OK， 反正继续跑了，不管他们了，太多了。这一个拱门状的东西，哎、欸，这里好像可以设重生点。好好好 ，Nice， 终于不用被 TP 了。哦哦，天哪、啊，这是至少他是可以打掉的。嗯，这没东西，好算了。OK， 继续走。我听到蜘蛛在墙里面死掉的声音。哦，赶快走，赶快！我建议你赶快跑，因为后面有毒蜘蛛。啊，我被卡住，有没有毒蜘蛛没咬到我？耶、yeah, ，拜拜。哪一个村民会笨到早上这种走到这个地方？对啊，为了一个药要走那个差不多一公里的路。超过一公里吧，哎、欸，前面有挑战之类的东西，走吧。什么啊？哎，毒蜘蛛咬了我，不会中毒、欸。是、哦，好像是我们的那个难度关系。哦，真棒。这种回血速度有点慢，也不知道为什么。管他的。哦。OK， 还来。Game options。Game Option 是不是？当然就是最难的。什么东西？然后，来看一下成就有什么。Do not go underground for 25 essence。什么意思？哦，就是说不能到地底下，然后就可以获得25个。只是感觉他这样讲，感觉地底下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开始，走。哦，怎么？他每次都在这里耶。嗨，等我们破完之后才过来。很讨厌。他说：“朋友啊，你终于在这里。”哪像你啊，都只用传送。然后 ，You know this Ender？ 你知道这个安德吗？我找到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安德，在这个森林里面乱跑，然后。你应该要，在这边小心的，因为这边有好的怪物，就像你一样，it's been very， 然后 Axel 他说让 ，it's been very， 就是让人们会怕他 ，when they don't even know me when they're my name。I hope one day this will be in time. I'm truly at peace with. 他说希望，反正是一直被讨厌，然后又很难交朋友，然后他又说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就是在和平相处，然后他们歧视黑人，然后回到我们的村庄就会，我这里是小村民啊。他说回到村庄这样就会非常的，比较安全。啊 ，please help！ 然后他死掉了。耶耶！蜘蛛，他死掉了。哦、oh, ，是这只蜘蛛，是这只蜘蛛，打他！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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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l the bunny, kill the bunny, get it, 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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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们中枪，哦，我们的，这是什么鬼啊？那是什么、啊？
我需要一点帮忙，这次蜘蛛有点猛啊，这个收拾吧，收拾吧，死掉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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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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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小心弟弟，发生什么事？啊！哦哦哦哦！什么东西？我好吧，我们已经没有那成就啊？什么？我被吸下去了。No！啊！哦，到中间的哦，等，哦，丢丢丢！哦，我想吃金苹果，怎么办？是啊。我只剩一颗半，一颗半。咬它，快咬它！咬它，咬它，咬它！为什么不咬村民，咬我们？杀人屠刀是干嘛？哦 ，no！我只剩一颗星，一颗星。你那边有补血？哦，我死了。为什么他们都不咬我？我死了。我 take carry 的。他应该可以重生吧？不行。哦，哦耶。啊，真是的！我刚刚为什么没有补血的那个补血的药水啊？哎，谁在咬我？那一只啊。好吧，小哥加油，耶！奇怪，为什么你血量还那么高啊？我也不知道，我太 pro 了。下面到底是什么啊？我也不知道，我刚刚被缠下去，然后就爬上去了。哦，下面好可怕哦！最好了，一只真正蜘蛛最好可以被木剑打这么多次，都烂掉了，好不好？这也是我们，这也是着急啊！这也是我们的木剑还不会坏、欸。哦耶，寿司啦！哦哦哦哦！长老厉害，长老厉害。等下他不是女的吗？哦，不对啊，长老也可以是女的。哦，好了，要是男的。这蜘蛛怎么那么硬啊？硬啦！因为你爱男啊。哦，对哦。啊！死掉了！不，再一次困难。Are you crazy？ 来不及，这次不要你，只要你不死就好。也是可啦，但是我需要先拿好这些那个吧，治疗药水。来了啦。OK。赶快到，我先到中间了。好啊，你要到中间，到中间，到中间。哇哦，哇哦 ，nice！ 我看到那是蜘蛛哎，我看到了，看到了。这次就尽量不要卡到地，好像是那个绿色地毯吧？绿色地毯。他说小心地板的时候，就是不要踩到那绿色地毯。哦，了解。我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小心地板！哦，到底是？等下我直接被传到那个，我直接被传下去哎！对啊，刚就这样子啊！断烂哎！啊，我们没有成就，没有成就了！啊，等一下，我又没血了，为什么我的血损那么快啊？我超 carry！ 可以不要打我吗？打啊，打啊！我来帮一下我们的朋友，他被兔兔攻击了，没杀他不会死，也是哈、哦。我又快没血了，我快没血了。我们其实把那个火力都瞄准在蜘蛛上面就好了。是没错啊，但是，我们被传下来。对啊，又被传下来，这是什么东西啊？好像不能靠近中间吧？还是不能踩在中间的土上面？好像是不能踩在中间的土上面。欸，我们的朋友死了啊！我也死了。你看这里，我也死了。你看这里，哪里啊？他的遗物，哪里啊？我没有看到你啊。有一堆那个啊，啊算了，一堆。你可以看到一个海灯笼吗？没有，我看到我们朋友还在啊。哦，
看到他已经死了。哇、哦，你看，哇、哦，我为什么不记得刚我说？屁嘞，这怎么打、啊？死我一定要赢。谁要的不要啊？不要。要啦，谁要？这样最好打得赢啦。可以。哦天哪，好多好多线哦。Like serious bro, seriously bro, bro, serious bro, br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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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攻击蜘蛛 ，gather in the middle, gather in the middle. 哦，杀爆他们！杀爆他们！为什么蜘蛛为什么还可以打到我啊？搞什么？谁知道啊？打他！火力全部瞄准人家身上。对啊，我让他烧起来。好，不能一直打他，收起来。哦，什么巫术？打打打打打打打！传下去，我们被传了，到底是为什么啊？欸、没有、欸，我没有被传下去。我被传下去了、啊，赶快上来啊！我知道啊，应该是哦，对啊，他说小心地板的时候是不能到中间的。哦，还有这样的、啊。哦，到中间，到中间，哎、欸，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耶、yeah, ，你要死了！哦，他们为什么没有击退？他们为什么没有击退？因为他烧起来了。哒哒哒哒，你被蜘蛛追了、哦，我一直被蜘蛛追啊！为什么都是我？为什么都是？你是 L 开头的，哈哈哈哈哈 ！L 比 T 早，什么东西呀、啊？反正啊，我在，我知道我做什么，我就一直跑就对了。然后 你一直砍他，反正他去追我嘛，他不会打你。对啊。OK， 好，那我就继续跑。这次也太硬了吧！天哪、啊，到这里，到这里。呜呼！我来帮我们朋友。然后那次又过来了。我刚看到有一个海灯笼在地板上，代表他死了，我们朋友死了，然后又重生。这完全不会死哎、欸！这我是怎么做的、啊？不要踩到中间，不要踩到。好，我知道。然后就继续跑就对了。哦，哇，他死了！哇，哦 ，nice！ 我手好酸啊！我手好酸啊！哦，这样啊。啊，他也不送我回去了。他说 ，he is cold. We have to send him back to the village at once. 他说，刚刚那个他。他的弟弟被咬了一口、哎 oh, no, 我们需要回去，所以我们就是要走这边吗？对，又一个，哎、欸，这也太快了吧！是因为我们太猛了。对啊，你看嘛，打那个困难都这么简单，这根本不是那个、啊，根本不是。不是哦、他说 ，Note from Excel friend, I do not belong in Missoula. I taken the reserve. 哦，他说 Excel 他已经把我们的 Terrorist 都拿回去了。哦，可恶哎。嗯，这边嘛，没事吧 ？OK， 回来了，哎、欸，耶、yeah, ，回来了，哦、oh. ，我们根本没有去拿那个 treasure， 对吧、啊？管他，太累，太累，我们要怎么回去？谁要送我们回去？嗯，他也要给我们东西吗 ？You actually did it, I heard. All, 他说你终于你真的做到了。然后我从 Era 身上听到你们的事情，然后他就回到他的那个房子。他们看起来一样老啊。他们很感谢我们。不客气，不客气。嗯，不客气，不客气。然后我们这次很幸运，那些可恶的怪物啊，至少我们可以，安全的说，那个丛林会比较更，现在会是更安全的，最好啦，还是一样很恐怖啊，超多神怪真的。我们根本没有把神怪山打掉啊！然后说欢迎回到我们的村庄，任何事情都可以，我们会非常欢迎你们的。谁想回来啊？臭老婆。嗯，他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话，那些怪物就是会一直在这个不，我们不应该，他们不应该在这的地方。我们拿到 gemstone 呢、欸？什么鬼啊？
我们拿到玩家升级加二，然后他叫我们说我们应该可以要先去看一下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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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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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转一转，怕一怕哦，转一转，舔一舔，怕一怕哦。Aria、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Delightful info box。Oreo 呢？他刚刚显示好像是在不知道哎、欸，反正就在这个村庄。Oreo 是这个吗？是这间吗？可能哦，看一下就知道。Hola Oreo。哎、欸，真的、欸。Hola Oreo。Tom Hart Hi。Hi。Elvin is very much better。他说他现在越来越好了，然后臭宝宝，你觉得、哦、那些全部的怪物都是坏的吗？我觉得不相信他们全部都是坏的。一个长得好丑的人说这种话。Everyone will be much more level in their head too、啊。随便啦，继续踩他就对了。他说。他在回复之前会有一段时间，然后我要再出去找一些那个和平的守护者，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路上再遇到，然后我也祝你们好运。他给我们什么啊？他给我们什么？我应该放屁给他们闻。他有把东西给我，但是我不知道他给我们什么。这有箱子。好烂的东西！幸运的箱子，什么幸运的箱子？哦，幸运的花朵，一听起来就一点都不幸运。虽然我说我不知道他给我们这是要干嘛用的。哦，箱子，指南针，蘑菇汤，垃圾跟垃圾。那么怎么回家、啊？我们还有几个羊毛要放。嗯，走吧，先回家吧。啊，那个布兰德把我们的那个拿去哪里啊？拿回去我们原本的村庄了吧。那我们要怎么回去啊？就照原本的路回去吧。哦，对哦，应该是在这边，我没记错的话。我会比你先的。哎，不能用中间灯之后，去死啊！这个是长者吗？嗨，啊、哦，不是，你不是长者。走喽。耶，我比你先。对好远哦。这是我的，我知道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好、哦，才怪，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哼，重点是你知道我们家在哪里吗？知道啊。啊？知道啊。真的假的？啊，对啊，我们就照原路回去。哦，对、啊，然后不是有观众说那个那里有一个惊喜吗？哪里？就那个那边凸出来那里，你有看？你在哪里？哦。我看一下呀，我没看到你在哪里。我已经回去了。回去？对啊，我们要过桥啊！你忘记我们怎么来的了吗？我忘记我们怎么来的。那就过桥，你就记得了。过桥，然后嘞？继续走啊！然后你说那个哦，我看到你那只马了。发生什么事？这是发生什么事？就很多蝙蝠而已啊，很多扁扁这样，对啊，喷到我脸上，就这样，臭扁扁。好，走啦，好烂的惊喜。是这里吗？对啊，是这里啊，继续走啊。一点就说 哦，对，哦，对哦，是这里哦，对哦，路痴一枚。对啊，我是路痴，不好意思啊。哎，那边打开了耶，啊，那边打开了耶。哦 ，Hello， 臭石头终于不见了，算了，我们先回去。对、啊，我们先回去，把我们 Terry Store 的都养好就放回去。我分数比你高，不知道为什么。那是死亡次数。哦，还是比你高啊。好、哦，走开啦！你为什么头会这样转啊？我才问你为什么头会这样转。走开！干嘛？我根本不在你旁边啊。我不到，你要下马啦！我有下马，不走了。我看你下马了，我看你头那边转，什么烂 bug 啊！哦，臭东西，把我们的那个，我把我们的羊毛交出来。哎、啊，他已经帮我放上去了。哎、欸，没有啊。哎、欸，哦，
click here to clip。他说 friend， 我把它跳过。不。哦，我们他说他帮我们放上去。哦。不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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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刚好30分钟了。对啊。Vocal tells you to mount Empress 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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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so there she also wants that good mama called Magma Legion or 哦、oh, ，今天就很累了。他说女神叫我们去那个 Mount Empress to the southeast， 搞什么事？就是要叫我们去冒险的意思啦。哎、欸，不对啊，啊我们的羊毛我还没放啊，对吧、啊？但是没有那个是那个、啊、他帮我们放的，全部吗？他把他抢走啊，就是他拿的那个烂欸。我看到你现在是顿顿顿顿顿顿顿的，先看你那个腾空，然后头这边，我也是看你是这样，我是看你差不多站在两个高调，中风。嗯，好吧，现在有点问题。温泉。OK， 好了，我觉得今天的这一集就差不多到现了，差不多先到这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